해내. 其实期待今天很久了，因为一直来我每个月都会定期几次来这边给医生去治疗我的脸，因为脸很大嘛，因为常常吃水啊、熬夜啊，然后吃东西也咬肌等等，所以脸越来越大。<笑>所以今天一来找我的医生，把我动，其实根本不是医生啊，美容师啊，没有是医生，其实针灸。 其实很多看我IG story的小粉丝就问我到底痛不痛，好像很恐怖这样，哇，一针针剁下去几千支针这样吗？我脸还没有这样大，几千支针，哈哈。Anyway， 是不是很痛的？今天就刚好 vlog 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呦，小狗，哎呀，哇嗨嗨，医生很好，哇，哎呦，小狗怎么叫这么大只？这么这么大只？上次看你没有这样大只的。 你比莫吉高了咯 ，My God！ 给你们看这边到底有多少支针 ？Oh my God！ 哦，感觉有线了是吗？其实我很想要给这边小掉，这个是咬肌来的是吗？下颌线。因为有时候我一侧脸，因为昨天我还有跟原拍 vlog 嘛，一侧脸看到这边好像一大片那样。以前我不觉得了，来这边做我脸小了，我才发现到这个东西很碍眼。对，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去追求这个下颌线。因为哦，我觉得这边已经有线了，但是拍 MV 的时候这个线已经出来了。可是这边就令哇好肿啊！其实哦，要看脸小啊，你戴了帽子哦，立刻就看到这个线嘛。 看你的头纹可爱一些，小啊，扁掉哎！我现在是吐钱吗？刚才，我看你这边小掉了，这边还是有一点点，吐多几次？哇，自己看到自己脸觉得小掉去。刚好我觉得这边很肿了，今晚我们前一个镜头我拍的时候，这边是很肿很大片的。 你看看是谁呀？是我们的，哎呦，最糗的小狗，穿一个最糗的鞋，你是整条街最靓的仔了。就是我们就天天，几乎天天都带狗去玩这样子，我们的一个新的消遣是吧？应该是他的消遣。应该是他的消遣哦。我好像没有消到钱呢。哇，那个好像好吃这样啊，别，吃不着。本餐。这样我们不要带狗了，我们去吃。可以。放在车。<笑> 哇，这边好多狗呀！天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竟然是 Husky！你手机没接住吗？帅！哇，两条 Husky 耶！天，玩机票，来，爸爸带你去玩。阿弟，你想认识谁？想认识谁？我带你去。要认识大狗吗？我们去认识 Husky。叮叮叮叮叮叮！哎，这边。 六，这只很美哦。哇，哇，这边是狗的天堂啊！两只小只。嗨，嗨。文吉 ，come back。I think my dog is there。文吉 ，no。 哇，几厉害啊！进去里面了，哇，马杰回来，马杰，<笑>坏蛋啊你！那我们访问一下微微。这个大狗有点紧张。
你客服了没？还质量比以前好哦。我们去客服。你按摩机。摩机啊你。好混乱的场面呢、哦。摩机，弄弄。shit。我的小狗竟然跑来这边大便，看摩机杰作。带小狗出来就是有点乱场面。过来，马姐，你大便啊？带狗来就是这样子哦，不受控。你干了什么好事？大便啊你！你看我要清大便，啊？开心啊！早知道我们刚才不要讲了，拿掉便不是？啊，拿便不是也是会大。一直乱手啊 ！OK， 来 check 干净。太恐怖了，打架现场啊！哎哎哎 ，no no no no， 嗯嗯。那边妈妈鸡爸爸想，爸爸想，哦 no no， 爸，你果然是跟妈妈一 team 的，受惊吓的二人组，终于没有人敢叫你了咯，可以看你了咯，哎呀，很美哦这只，你看它的脸是笑的，很可爱哦，哎坐，哎 no no， 起来地下，停下停下。哎呦，这样兴奋哦！哎呦，我今天怎么跳远了、啊？跳高啊？就是简单的带狗天，带狗天，还有我们家两个女人的初体验。都怕狗。Thank you. Good night. 我要变买。哎，进来、啊，导演，哇、哦，你看我们的 Kevin 哥，来 Kevin， 来，马色弄一下，马色，马色，没有马色啊，有俩还没接假这样。啊，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不中的一间叫 W Wine and Liquor Warehouse 的地方拍一个，算是一个新的特辑啦。因为一直来我跟你讲，我们一直是 focus 在衣服嘛，但是其实我真正想要 focus 的是衣食住行，所以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喝酒，因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，哎。我们被人家赶出来。他们讲民以食为天，哎呦，我们这种神以饮为先嘛，是不是？我们来喝酒，哇，大炮！你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板 Andrew，Hi Andrew， 哎，哇，他今天学会了做 YouTuber 需要的一些技巧，跳。哎，像我这种喝了一点酒就会脸红的人，现在脸已经很红了。这一集应该会在两个礼拜后出，所以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因为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content，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尝试。经过这集过后，我觉得以后我都可以装逼啊。要，因为他中间没有灯下来，他这边可以调的，那我记得。对。好爽啊！如果以后自己家里有个酒库就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我觉得你都不是爱喝酒的。哎，我爱喝哎，我反而对那种什么包包、球鞋、车这方面什么兴趣？对啦，不同的东西。啊。懂吗 ？A wise man once said， 时尚不是以和酷吗？这是你是什么态度 ？Oh sorry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我喜欢这种享受的东西。衣服是死的吗？就是喝酒也可以翻身的意思吗？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啊。老板，这个关掉。衣食住行。你太靠近我了。我是特地的。哇 ！My Siren， Are you okay？ 两周过后了，一年后的运动，还是跟我们啊？这么不早起床的人一起运动。今日查实我哋系四个人跑步嘅，点知咧？我哋你两个去咗边？你讲。其实唔系，我要照住我兄弟噶。你系咪头先叫救护车嚟载你？差啲，佢明明喺一半路嗰度饮茶啦，好冇？啊咩饮茶？因为我哋谂冇理由咁快噶嘛，所以你都不系。唔系头先你跑咗几圈其实？冇啊，三圈啦，三圈咯，总共系啦，冇我哋跑咗四圈，你跑三圈。啊，原来你明白啊？你有 feel 到一阵风啊？有喎，有阵卷风添。啊，系咧，佢哋嘅风。系我 feel 到，我 feel 到咩？我 feel 到头先佢哋应该系跑出边嘅 roundabout。系佢哋跑多几个圈都得。我哋车搵富山倾城，我哋。我都得，我都得。呢个主导嘅人，你带路啊？系咪好啊？我未住呢度，我女人住呢度。啊，请大神请带飞。
哎，难得，哎，难得你出嚟跑步。好啦，一呼百应，我傻咗。呢条友都出嚟跑啊！大佬，呢个我就 OK 啦。哎，这位好耐冇见啦，真系。钻石王老五。哇，呢个真系唔系讲咩老五啊？系啦。发光嘅感觉冇，做一个 effect 其他佢先。好耐冇见到你啊 ！OK。佢啊，屋企又有架車，自己又揸大車，OK 啦。呢啲都唔得，你睇。啊，赤鳥之輪咯，仲有冇跑過？乜都得啦，我。Hello。OK。我真係原來覺得依架機係咪唔適合做 vlog 做？做咩咧？你用慣咗啲索尼機，你覺得佢好煩，只依輸我後面呢個東西。這地方我其實我想了很久啊，靚靚位。订得噶啦，系啦，都系咩嚟嘅？点帮都要试下。Thank you， 一齐摸啊！食热得得嘅嘛，我话几开心啊！佢样嘅，哇！呢食嘢最开心。呢一餐食咗，头先我冇跑过啊！打个和，打个和，咁讲，系啊系啊，打个和先。又系专讲去食素啊？系啊，我食素，所以我可以食乜嘢都。食素。哇，果然是 sensitive 啊，这个。这个是在沙巴西里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这是那天我拍这个 Lenovo 夜配在那边拍的晚上的，这边。大家去来一下照片，来来。打工人为什么要打工魂？就是因为要在这边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自由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其实我觉得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才是自由。